欢迎县内有山有海，也阁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佮生态。近期县政府积极推动观光，配合各地区的人文风情佮地理环境，举办相关活动，为着包括三条仑海水浴场的海洋音乐节、毛团城传统技艺舞戏节，以及将地方农产推销到国际咖啡节，拢是适合客家参与的趣味活动，为山线佮海线。都要让县内民众看到无同款的森林，更让全国民众来熟悉森林观。那是讲到森林的旅游和观光活动，第一个你会想到什么呢？受十七年历史的森林国际五溪节，也是四五年级生共同回忆的三条仑海水浴场，或者是近期的国际摕到好成绩的国庆咖啡。森林的旅游包山包海，就看你安怎去体会。今年我们整个就是文化处在对整云林县的这个文化观光的推展部分呢，其实在整个年度下来，当然有一些是承袭就是以往很重要的这些节庆，那当然也今年做了很多创新哦，即便是就是沿袭之前的活动，我们也做了一些创新跟改变。县政府今年同款延续过去重要的活动节庆，但是做了真侪变化甲提升，亲像传统的布袋戏文化，今年就融合音乐和科技，创作出多元的表演形式，引起少年人的兴趣。金奖奖的颁奖典礼也比较金马奖的规模，将布袋戏的关注提升到国际。我看了也无介意，我还是无研究。我所以讲，将歹的物件我来等伊煞，我才阁来添一寡好的落去。我觉得传统的物件较完整。布袋戏的原乡在哪里？就在云林。最能够代表台湾意象的是什么？就是布袋戏。所以这是云林的骄傲，也是台湾的骄傲。那今年呢，第十三届的金掌奖，我们也把它提高，定位它成为台湾的第四金。所以呢，在这个整个就是活动将近六天的时间，最后就是一个金掌奖的颁奖典礼。那这个颁奖典礼跟以往不一样，我们做了一个创新，希望就是比照三金的方式，所以呢，把整个荣耀然后归还于这一些艺师。以农业立冠的森林馆，也靠着咖啡拍出国际的名声。今年的咖啡节除了让民众用听的，还有邀请知名的设计师为活动打造主视觉，让咖啡不只是咖啡利益，对产业的推广也有相当的帮助。那今年的台湾国际咖啡节，我们也稍微做了一些创新跟改变。那首先就从美学上面来说故事，所以这次特别找了这个就是格莱美奖的这个大师萧清雅来为我们做这个主视觉设计。那这个主视觉设计也是在讲的是一个全世界的咖啡地图，然后怎么样去跟台湾跟云林这边做一个连结。那在整个活动当中，我们希望说大家对于咖啡不是只是一个饮品，而是一种 lifestyle， 一种生活的品味。因为每一次的举办台湾咖啡节，每个业者都会有不同的一些想法出来，然后跟着台湾咖啡节的这个主办单位呢，可以做一些密切的一些配合。好，那当然对整个产业的一个行销是非常好的。其实目前我们台湾咖啡节虽然是办在古坑，其实它就是我们台湾咖啡的一个代名词。卡步行到海边，今年县政府也首次在四湖三条仑海水浴场举办海洋音乐节，配合正在推动的三条仑海水浴场活化计划，做一摆来整合沿海的旅游，享受地方独有的湿地生态。那今年因为我们跟海洋局也申请到了这个预算，所以呢，在今年的就是八月份就先做了一个暖身，让大家知道说，云林在海线，在这个四湖这边。有一个三条仑海水浴场，是真的非常非常干净的一个海域，然后是有沙滩的。那除了让以前曾经在这边就是有一些回忆记忆的就是云嘉兰的朋友之外，那当然就是也让一些年轻人喜欢在海洋就是有这是海边，然后有这音乐活动的这个部分，也让大家可以知道说未来在云林县的这个海线海水浴场这边三条仑这边会有一个一连串的。森林馆内有山有海，阁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生态，将原有的地方文化保留佮发扬，营造做特色，也是县政府长期努力的部分。只要将地方的特色建立起来，自然就会当吸引民众进来。记者陈义华采访报道。